们不是说不能比你什么状态，不能用状态说好或坏吗？我上次来的时候，娱乐百分百是这样告诉我。你原来在装可爱。我好想走啊！小赖，你要相信我一次，你就自爆，然后带吧。可以过。我在那边分享一下，要即将登上小巨蛋的心情。超级紧张，然后可是也超级开心，就是因为我热爱唱歌跳舞嘛，然后我就有个梦想说啊，那未来可能也可以在小巨蛋开演唱会啊，就是一个梦想。但是没想到我今天要去小巨蛋的原因是要去玩狼人杀，所以很开心。这个比赛的你有做什么样的准备？那克服紧张直接也是一个准备。克服紧张，然后克服十二人局，然后对，我去看一些，就是我都会去看别人网杀，就是看因为十二人局嘛，然后看。听他们一些什么上镜的一些逻辑。那你心目中啊，有谁是你的最大的劲敌吗？你觉得跟你争抢 MVP？ 因为我们访问很多人，都在他们这个名单里面。真假？大家对我期望太高了。我觉得大家都很恐怖。把你当成假想敌耶。没有，我真的很还好。你们都有玩过十二人局，就知道真的很还好啊。我觉得大家都很可怕哎。小齐炫，然后零九啊，还有孙庆月。对，孙庆月，因为他就是逻辑派的嘛，然后他就是还，我觉得他最近蛮会看我的，他会给我一些压力，最好是零九跟我一起当狼，我就安心加倍安心。哎，那你看好你自己吗？看好自己。对啊，我就是一直对十二人局没信心，我一直纠结在十二人局啊，我快疯了。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会去了啦，爸爸妈妈。那你是更大吗？对啊，啊就他们会就是公正的投哦，就是他们可能不太会投给。然后把他自己当评审。对啦，因为他们有天天在看，所以他们应该看得懂。就是希望大家，我跟自己喊话，我跟自己加油就好了。对。你喊话了吗？我喊话。好啦，艾莉加油啦，哎加油。所以你当天父母在现场，哇，那他们有跟你讲什么吗？他们买了一个。他们买了一个，我想要，他们买了一个右脸的位置，想说就是看我，看我比较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希望我可以坐在右脸。